油桐花呢，尤其在拿个餐盒在树下哈用餐，那种意境是非常非常的美。一边用餐一边飘下来的，有一种斜的感觉哈，斜景，然后真的是一个别有一番风味，让你的哦加一味了哈。你吃便当的时候，吃那个餐盒会更加的一味，很有那个诗情画意。然后我们盐里仔社区呢，有非常多的生态哈，很保护得很好，而且又原乡原貌，有百年历160年的荔枝树，然后有石雕公园，那时候原创100件以上的石雕件呢，那真的是非常的特别。这里有赏樱台，平常大冠鸠、凤头苍鹰，哦，啊夜间有猫头鹰，然后蛙类有15种以上，啊离市区很近，离北二高哦，竹崎交道下来3分钟的路程，到市区10分钟，我们这属于嘉义市区，嘉义市的一个会，完全没有什么开花，然后很环保，那、啊、我们这个临近社区，没有什么污染。欢迎到我们盐里仔来办日游。